为什么我们要聚会呢？当我们信主后，我们就成为神家里的一份子。这个家需要大家见面，彼此交流和相互鼓励。我们的天父最喜欢见到我们一家团聚，相亲相爱。当我们聚在一起，神有特别的祝福和应许。我们聚在他面前，与他亲近，他就会和我们同在，也都会更加丰富地供应我们。神有应许，在地上如果有两个人同心合意的祷告，他就会为我们成就，祷告的效果就更好了。哇，这么好，我们可以享受更多主的祝福。没错，我们聚会的时候，大家可以分享怎样经历主，这样我们就能更明白神长阔高深的爱，自己也都会更爱主。而且聚会里也可以讲到关于主和圣经的事，我们就会更明白神的话和他的心意，这样我们就能建立好人生的基础，又长进又喜乐啦。我都很想自己的心灵可以快高长大呀。信主之后啊，我们还会面对魔鬼各样的攻击试探，我们不好一个人孤单地打这场属灵的仗。如果能有多些同伴，互相帮助，彼此带导，一同交流怎样胜过仇敌的诡计，我们就会更加坚强，更加容易得胜了。聚会真是有很多好处啊。是啊，在聚会里我们得到供应和帮助，我们也能够供应他人，这样我们大家就会更加开心，更加满足了。而且神家的聚会是很多姿多彩的，有时候我们会一起唱诗歌，有时候大家也会聊聊天，有时候还会有各样不同的活动呢。真好啊，我都要更多的参加聚会。神家生活多姿彩，见见面说说话，亲亲切切心温暖，祷告主常常是独身的话，与神亲近，我心甜蜜。啊，弟兄来，啊，姐妹来，一起到神面前。